我们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一、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机密部分；二、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公开部分。以上宣读。我们介绍在场的委员：罗志正委员、林长洲委员。再介绍与会的列席长官：外交部李大伟李部长、亚太司陈文仪司长、亚协秘书长蔡秘书长、亚非司陈俊贤司长、欧洲司高安司长、北美司薛美玉司长、拉美司曹丽杰司长、国主司王良玉副司长、国经司黄君耀副司长、主计处黄成昌处长、公众会王佩玲执行长、专门委员曾灿栋委员、曾焕栋委员。我们请外交部李部长就106年度外交部主管预算收支机密部分报告，现在请清场。主席，各位委员。
啊？四亿太少了。对啊，我们多的时候到50几亿。精密预算只有4亿，那真的是，那个几乎是个人的花费。这是我第二年了，我真是。对，是一只金鱼。是，真的是那个我当市长的时候50几亿。当然那个时候外面委员批评也很多，认为你 PB 太高了。那就骗你啊！但是我们如果这么透明，只有那个数字的话，实在很难玩啊。那就要靠基金了。谢谢主席哈，我们请外交部部长，请李部长。陈委员早。部长早哈。部长，这几天哈都是川菜热线，然后川菜热线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大要进，外交的大要进。这个大要进，当然我们要戒慎，非常对于未来整个外交的进展，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但是这个大要进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当然，现在中国就有声音了，所以在很多的报纸当中也很清楚写到说，川菜热线是算尽那。《华盛顿邮报》就说他担忧台湾会遭殃，部长，你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我想这样子啊，这次呢，这个政府的国安团队安排这个蔡总统与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人通电话，那当然事前呢，我们内部有很详细的讨论。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也花了不少的功夫，也一直迟迟也不见得，能够有把握，一直几乎是到了最后呢，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能够成功，但是呢，我们这个的做法，我们一向啊都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那像这个，这个《华盛顿邮报》还有许多。国内媒体的这些忧虑事实上我们也都曾经想过，也都曾经这个估算过。那我们是觉得，因为这个电话呢，基本上是一个庆贺礼貌的电话，表达一个台湾的民选的国家的元首跟美国的民选国家元首之间的一个联系，一个道贺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就继续进行。而这些可能的影响呢，当然我们也谢谢这些朋友他们的一些非常的这个很多的建议了，反正我们也都放在，我们都谢谢我们。所以这些你们都评估过了？都想过，都有想过，也评估过。也就是说，在后续一定中国也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可是这不同意见本来他站在他的一个位置当中他的表达，可是总不能因为说。中国可能会有意见，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大跃进，我们还要受限于中国啊。那我想，我相信这个副总统的当选人讲得非常清楚，他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这一通电话，不论是接听或拨打，这是50个领袖国家的其中之一。是的。所以这句话除了川普先生，也就是川普总统当选人所说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给我，然后再加上副总统当选人这样的一番谈话，我相信这很清楚，我们就是台湾总统，我们就是领袖国家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希望这一通电话不会因为不论是国际媒体或是国内媒体部分用不同的角度在做揣测，但是我相信没有影响到我们台湾对于中国、对于美国在这三方当中的一个外交的进展。我相信这非常清楚，所以大家会猜测啊，
那在中国的压力之下，那中国也放声了说绝对要求美国不能让蔡英文过境美国。哇，这个部分好像很严重啊。所以到底这个英采专案在一月份要出访，到底我们会不会过境美国？目前呢，外交部是的的确确为总统在元月份可能出访中美洲呢在规划中。那这个出访呢可以说是一定要过境美国，所以这是一定要的嘛？这是一定要。而在美国跟我们之间就过境的问题呢，有许多的过去的成功的成立先例可以遵循。那美方嘛一直强调所谓的这个便利安全啊、舒适尊严这几个原则，我们也跟美方也有充分的沟通。所以在这四大原则当中，我们就是依照惯例嘛。当然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个我的了解是这样子。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非常清楚的表达，对的，将会维持此惯例，让蔡英文过境。是的，所以我相信我们这整个过境，因为一月我们的这个整个专案就要出发了。那在这个部分，到底我们现在安排过境美国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对不对？过境美国没有问题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因为这通电话而改变了我们现在很多的策略跟方向嘛。所以我觉得，不论是我们国内的媒体或国际的媒体，我觉得他们是多虑了啦。好，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谨慎的小心面对。对，这一通电话很大的鼓舞，但是我们不以这一通电话好像我们的外交就好像占下了滩头堡，并不是，不会，而是我们更应该以这样子的基础往前如何迈进，往前如何跨越更大的一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想法。对，那部长我再就教一下，是这一通电话到底是谁牵线的，有这么重要吗？这样子啊，这通电话呢也是政府的国安团队看到许多国家的领袖跟这个 Trump 总统当选人通电话，因此呢我们也讨论说是不是我们也来试一下。那在中间呢，我们是透过了这个我们在川普阵营这个的这个里面的核心的幕僚在做联系的工作。因为这个事情透过核心幕僚，核心幕僚，因为这个事情有还是有相当的机密性，所以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并没有透过任何的我们目前所聘雇的公关公司经手，因为这是非常机密的嘛。对的。所以我们是透过核心幕僚，对，所以这非常清楚。所以现在开始从叶望辉、冯娜、赵小然等等，现在杜尔被点名就牵扯到公关公司。对，但是我觉得这非常的可笑了，这次完全没有用到公关公司，这非常可笑了。公关公司我相信他过去在我们台美之间的一个所谓的游说当中，基本上这是惯例嘛，这并不是说他有他一定的功能，对，他有一定的功能嘛，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就是如此嘛。像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觉得没有必要透过公关公司。而且以我的了解，这个川普给他的这个交接团队的这个规定之一就是不得跟公关公司联络。哇，所以这非常清楚。 对，很清楚的，所以非常清楚嘛。所以基本上如果依照这曝光的文件，我看了看，把所有的内容看完全，他已经把所有他们执行的任务，因为在美国他是要把它很清楚公开的，所以他每一项执行的任务他写得很清楚，在里面根本没有去接洽到所谓川普跟蔡英文总统的这一通电话。那再加上外交部长李部长所回答的很清楚，川普的这个交接团队已经被要求就是不能跟任何公关公司接洽，而且这个公关公司他的第一笔是在5月17号，是6万块的美金。嗯嗯嗯，这14万现在传出的14万，其中5月17号，今年的5月17号应该还是
马英九在担任总统吧？是 是。他六万块，在他的任内六万块，如果依照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哦，十四万六万块就在五月十七号。那如果依照后面八万块，如果八万块要去接触这一个所谓的这一通关键的电话，我相信啦，这个大家都会觉得是笑话啦。对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应该就此打住。对，我们认为这一通电话非常的重要，但是到底是谁接线的，有很多人共同努力。那当然在这努力当中，我们就是接了幕僚，核心幕僚。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继续往前迈进，为我们的外交开创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是的，谢谢。好，谢谢陈委员。请罗志政委员。好，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请李部长。罗委员长，部长早。那个机密预算的部分哈，但很多不能公开哈。可跟十几年前我在外交部的时候，部长你当次长的时候比起来，现在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差不多啊，以前到了多的时候到了五十几亿，我记得。对，现在不到五亿嘛。四亿多嘛哈。对。所以这么少的钱要如何有效运用，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对的。所以，资源减少之下，我相信那个钱要花在刀口上面。对的。我还是回到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两天大家在谈那个总统跟川普总统当选对话的这个事情哈。Bob Dole当然他的公司或他所亲密的公司，是不是我们的所谓 contract 的公司之一？的确是，的确是嘛。他从2003年的时候就受我们的聘雇，所以我2004到2007在美国服务的时候啊，我们也经常有机会见面。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是长久都存在的。对的，并不是因为今天突然间川普要跟总统通电话，所以透过他，也没有这种事情嘛，对不对？没有这种事情。那现在媒体上暴露出来所谓的合约内容，什么这过去几个月付他多少美金等等。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因为他是就是任何公关公司都要向这个美国司法部的这个所谓还有一个 Foreign Agent Act， 外国代理人法案，按照那个规定他要去登记，所以说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开资料，所以是公开的、透明的、合法的，对对对，游说的活动，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编在这个公开预算里，没有把它编在机密预算里。那为什么昨天第一时间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回应说no comment， 不回应呢？我想那是一个错误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宴客，所以说是我也不晓得。因为第一时间讲说没有回应或没有评论的时候，基本上就引起很多人认为对没有必要自己推论嘛。对，外交官的用字要非常的精准。当然，所以第一次第一时间说法基本上是错的。是的，不应该讲没有回应，不可以讲没有评论。所以是我开完会，我马上就要求这个我们的发言人办公室啊，这个更正。OK， 好。所有全世界国际媒体的报道很多了哈，那个外交部一定工作室或是这个负责同仁一定有做了整理哈。现在整体来讲，国际媒体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没有出现一些转变，还是维持原来的基调，认为会激怒中国？我想第一时间呢，当然大家都觉得很意外啊。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国际媒体，因为对于这个川普的一些既定的印象，所以是采取一个相当这个批判式的一个说法。所以部长，你的意思就是说，影响我们除了这个所谓客观的分析或者担忧中国的反应之外，也隐含了某一部分，就是选举期间媒体跟川普个人这种比较敌对的态度。对，所以利用这个事件来批判川普，对不对？对，因为这些讲老实话都是所谓的主流媒体在。选举之前都是持这个一向是批判的态度，因为当时的说话有时候是敌视的态度。对啊，美国的媒体主流媒体事实上在这次选举里面他们才是押错宝啊。对啊，而且更重要的事实上主流媒体跟美国的民意有很大落差存在哦。对的，所以这些媒体对中国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不必然反映美国一般民众的这种所谓的对台湾的态度，对不对？我想选票是最好的这个说明了，没有错。
但是还是要有一些担忧的地方的。当然 ，John Pumphrey 对我们长久来讲还算友善的一个对啊 post 的这个专家了，他专家，他点出一提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对台湾是好的一个动作，但他担心呐、啊，他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担心呐、啊，川普这个通话以及媒体的反应会鼓励中国去 punish 惩罚台湾，使得这个回暖的关系复杂化，进而引发一系列反制的动作，导致亚洲更多的紧张，最后呢造成对台湾、中国以及美国人民的问题。部长，他的这个忧虑，你有没有这样的忧虑？我想从520总统的就职演说，一直到这个10月10号的国庆演说，总统对于两岸关系啊，所谓追求稳定，这个维持现状，以对话交流的方式做原则沟通，一直都没有变，这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变，还是我们对大陆的一个期待。 OK， 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环球时报也好，一些中国大陆的学者开始放话了，要惩罚台湾的方式之一就是要可以拿走台湾几个邦交国等等。部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外交前线有没有吃紧，或者说这种升高紧张态势的情况？事实上我在上任的之后，我也在部内的这个会议中间也告诉我们所有的同仁，我是说你们22个邦交国的大使啊，你们都要有警惕之心，时时刻刻啊要注意这个有任何可能的变化。我说如果说是啊，这个你们不有警惕之心的话，讲老实话，部长在台北睡觉都睡不着。那我请问部长，就是最近有没有感受到中共可能有一些动作的可能性？我想这个压力啊始终都在啊，当然不是22个每一个都有这种压力，有几个是的确是有这种这个压力，从5月份开始也是、okay. 一直也都如此了。好，但是我维持这个警戒了哈，并没有看到特别的升高。最近一个马上要被检验，就是说因为中国根据媒体外媒的报道，已经正式向美方要求啊，希望让蔡总统不要过境美国。美国国会做了回应嘛，哈，部长，你的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基本上这个有很多成功的惯例，而美方也有他一贯的原则，所谓四原则。那一直到昨天，美方还在跟我就这些细节，我们在交换意见。所以部长目前已经在安排过境的细节了。当然都已经安排到快要正式宣布的时候了，所以基本上已经安排，已经差不多快可以对外宣布了。差不多了，等府方做最后的宣布。所以基本上就是1月份的确要出访。原则上是这样，因为要等到府方正式宣布才能算。所以现在就安排细节了嘛，对不对？现在我们都在安排。所以会不会过境美国？一定要过境美国，没有没办法直飞了，没办法选其他的选择。所以一定要过境美国。对 ，OK， 那不讲地方了，可以过境几个点？目前规划那个目前我们规划是4个点，有4个点，嗯，不会到纽约吧？不，我从头都没有提出纽约的要求，对不对？在规划的时候是在选举之前，嗯，就是投美国总统投票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北美司的规划就没有包括，所以从来没有规划去纽约，对不对？从来没有规划，所以并不是说今天我们申请，然后美国拒绝说到纽约嘛，对不对？没有这回事，所以不会不小心飞到华府去了。因为像这种事情啊，这个。说老实话，不可能是只给美方一个月准备时间，而且不只是美方要准备，因为美方也有所谓安全 的考量，他要调配他的安全人员，包括这个国务院的安全人员，还有当地的警力。那我们各住处，他也有很多需要细节的安排，包括旅馆啊、车辆啊，也包括还有什么侨胞啊的宴请啊之类。所以也不可能到华府了哈。没有安排华府，也没有安排纽约。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到华府或者是华府是在美方是有所限制了，对，就我们几个4个5个人不能去嘛， 对，包括我本人都不可以去，你也不能去嘛，国防部长不能去嘛，对，副总统，但是很重要，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行程哈，我们还是跟奥巴马政府打交道，因为最后这段时间还是奥巴马政府，那当然并不是川普，在1月20号之前都是奥巴马政府在做决定。奥巴马政府到目前有没有觉得对这个电话感到感冒或者不高兴的？没有什么不高兴，我想基本上呢，这个他们也是一个美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了。这个他当然知道，这个1月20号以后，这个国务院也要换新主人嘛。所以国务院不会找我们出气吧？
不会了、这个，因为事先没有跟他们讲，这个、或没有打沟通过。这个我们之间的沟通非常的顺畅了。好，是昨天下午这个 AIT 还在我办公室跟我谈一些细节，所以没有不高兴哈，没有，所以不会有小动作吧？不会了，不会哈。OK， 好，谢谢部长，谢谢。请林长作委员。一样，我们请李部长。林委员早，部长你早。我想今天大概，我想大家还是关注在这个蔡英文总统跟川普准总统的这一通电话哈。那我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它不只是台美关系之间在这一个重要的这一个历史的一个突破啦。那同时，其实这一段期间在国际上面后续的效应，其实还一直在发展，那也效果也都还蛮显著的。那所以我想，刚刚前面也有几位也有委员提到，就是说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阳光基金会统计，这个台湾花费将近$1,640,000，对，也就是5,000多万台币在美国游说，那全球排名第16。对，那不管说是不是真的是由这个前参议员这个杜尔的这个律师事务所促成这个对话，我想我们就不用再去深究到底是谁促成。刚刚陈委员也有提到说，其实应该是很多人的努力。但是我想在这边要再次强调，就是应该原则上，其实游说公司、政治游说公司这些的团体、个人，其实是在美国，尤其在国际上面的政治的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个很通常的事情啦。对，我们看到这个阳光基金会的公布，其实除了台湾以外，很多亚洲国家也排在我们的前面嘛。嗯，那为了议题，为了一些国家的权利，为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主张，那在政治的领域里面去游说。嗯，所以在这边我想请教的是，因为我本来有一些部分想要用机密的问，那刚刚这个委员会这边有说希望部长希望今天干脆就都公开了，所以我在这边我稍微还是希望不会问得太机密，就是说我从这个预算上面看到的哈，预算上面列这个跟智库之间的交流对话的这个金额，对的预算金额其实是低于，算是远低于这个跟阳光基金会上面统计的，但是我想这个也许我们预算是放在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可以请部长稍微说明一下？对，我这个我想你来讲一下吧，你来是放在哪里？我也忘记了。报告委员，那个我们关于智库的部分，其实在公开的预算跟机密的预算都 都有，所以您今天看到的就是只是在机密预算的部分。是，我知道，所以是我们会怎么去分配？说，例如说我们在政治游说公司这一些的这个聘请上面，我们会把它怎么分配？是放在公开的还是放在机密的？报告委员，那个公关的部分全部都是在公开预算，因为这是美国根据他一定的法令，他们都必须要申报包括他们所支领的这个薪酬，包括他们从事的活动，所以公关的部分都是列在我们的公开预算。好，那我想那进一步要了解，那就是所以我们放在，因为在这个预算书上面就我们其实看不到工作的内容，我说机密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也不方便直接讲，但是性质上面怎么样 的这个交流对话或智库的这个聘请，我们是会放在这个机密的预算里面。如果您是不用直接讲到我们在做什么了，我知道这还是如果您是询问就是性质上面，通常是说如果从事的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对于对方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考量的话，那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机密预算的部分。因为我相信放在机密预算，就是连美国他们也是不会放在他们这个公开的里面嘛。因为就像刚刚这对，所以我想这一块可能是未来我们要更进一步了解的它的这个分别啦。好，那接着的话，我想另外就是，因此我会非常，因为既然这其实应该是一个常态的事情，对，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通盘的盘点跟检讨，对，也就是。我们应该也不是只聘请一个团体或一个个人。对，那这一些我们可以说是民主共和两个党的这个相关的公关，我们都在聘请。是，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从来不敢押宝。所以我想在这些聘请这些政治游说公司啦或公关公司的这个过程里面，过去我们就说，我希望可以看到外交部提供我一份资料，不管是说是要用一样的老话一句，就是是要机密的，还是说是可以 公开给我的，我希望可以看到一份从民选以后1996年到现在，我们哪一些公司它的优劣优缺点，
是什么。对，那有没有使命必达？我们希望他做到的事情有没有做到？有没有我们钱白给的？对，有没有给了？那个林委员，我也必须很坦白的跟你报告，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管过这个业务，对，所以我是知道一些。像讲老实话，真的是很难以这个一个客观的标准说是，哎，这家公司的表现是95分，这家公司的表现是70分。嗯，当然，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重新检讨。对，我前一段时间我也跟我们的驻美高大使也通过保密电话，我说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就是一月份以后呢，我们的新的布局，因为我们现在的预算呢。的确是很有限，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全世界第16名。但是我想啊，我也必须向诸位委员报告一点呢、啊，我们在美国大概所谓游说的表现呢、啊，通常啊都认为是前2名，就是说以色列跟台湾是最好的。讲到我们花的钱是第十六名，是，但是呢，我们的达到的效果呢是相当的不错。那当然，除了公关之外，更重要是我们自己。驻美的同仁的长期的这个训练，他们的努力的一个成果。所以部长这边，我想，既然我想部长也是有在检讨，也是希望部里面做一些盘点的话，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那当然，我们不一定是直接知道他几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5年、10年的累积，哪一个人、哪一个团体跟我们其实是有比较紧密的互信，对，他也都有做到达到比较多的成果。那哪一些看起来似乎我们那段时间有点白费的力气？对，这个东西有稍微想要、那个、有些东西啊，是好几个公司一起努力的，一起努力。对，因为比较重要的大案子，我们不会只交给一家公司。是，可能我们比如说4家民主党的公司，我们都给他，是，都给他这个任务，是不是？当然，有的做得多，有的做得少。当然，我们这个承办同仁心里大概应该有个底。对，到最后我们做评估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个决定是不是在续聘了，对吧？好，我想这一块就是应该是不适合直接给我一份书面的啦，我们再找一个机会、那再跟我报告一下到底哪一些、这个、这样子比较好、啊、对，因为真的是很难客观的 是而且这个传出去到时候也可能是对我们的这个工作不利，而且也说句老实话，很多我们也都是讲老实话，有时候我们也是看一些旧交情啦，过去你帮过我忙，帮了很多，是不是？你现在退下来，我们还继续留用你，是不是？给你一点帮忙了。原则上，我就希望说这个能够有更清楚的一个评估啦。我的要求，我想这也是会人民想看的，而不是说这一次花钱是哪一家去促成，这个都有点太窄化了。这一次的成果，这次是完全没有经过公关公司，所以我希望知道是整体我们过去的一个盘点。那希望有机会当面我们再可以跟这个同仁确认。那另外一个，因为只剩40秒，我只要确定的就是我在预算上面有看到，今年为了要让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这个还有包括扩大深化参与其他国际组织的这一个金额，似乎比去年还减列。那这个原因是不是可以稍微说一下？因为我想象新政府应该对于参与这个的可能会要花更多的资源才对。对不起，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这个减列的部分，除了一方面是配合政府预算统算的比例，稍微有做一些调整之外，另外就是基于预算透明化的原则，如果可以编列到公开预算的，我们这次也都调整到公开预算。好，所以机密预算这部分有一点点减少。好，那这个部分我可能再回去做一个统整，以后希望可以进一步了解你们细部的一些。接着国际组织上面的一个内容，是，好，没问题，好，部长，谢谢。好，请刘思芳委员。部长，您就别下去了。主席，谢谢。好，请刘部长，部长好吗？部长，很多人已经问过，蔡总统跟川普总统当选人了哈。但是事实上，大家都会有担心跟质疑的，是在于中国怎么反应这件事了哈。那我想，虽然说那个李部长这一次呢，跟我们高硕泰大使啊，建了非常大的功劳，可是我们也是非常谨慎哈，尤其是还是以至于会觉得说，从蔡总统认为说我们的外交跟处理原则应该是低调跟踏实嘛哈，并没有相违背。导师，我想问看看哈，那个李部长对于在蔡总统啊跟这个川普先生通话的同一天哈，其实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跟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见面，好，那这件事情呢刚刚好几乎都是在同时段发生了不晓得部长怎么看待这件事？
当然，我想这个基辛奇是这个美国外交界的大佬了。我想尤其是共和党的总统，甚至于民主党总统都经常会咨询他的意见。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也是上海公报的这个，当年是他的是主要的这个推动者了，应该这样说。对对。当然，我想基辛奇他的这个顾问公司呢，跟中国大陆有长期的这个商业的合约，当然这点我想也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也跟部长请教一下哈，在不管是习近平先生跟基辛奇见面，或者是我们的总统跟川普当选人通话之后，其实在12月5号的时候呢，有一场聚会是包括基辛奇还有前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也是非常有名两位都是在共和党跟民主党有名的国务卿，也是促使很多国际上大的外交的这两位重要级人物，以及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其实他们在纽约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聚会那我相信这一场重要的聚会不是只有谈论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包括这一次台湾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这个中国大使对于这一次这个川普先生跟蔡总统见面通话的这件事情，一定表达了不同的立场所以我想要就叫李部长，就是您怎么看待这样子的聚会，以及外界有人传言甚至有些媒体在传言说，当基辛奇去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那川普先生跟蔡总统通话好像是有点打了基辛奇前国务卿的耳光了，我不相信是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粗暴的这个处理外交的疑节，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窗口就是有个 window opportunity， 有没有机会是利用这样的关系，让未来台湾跟中国之间的沟通跟交流是有一个机会之窗的？我想这个从520之后呢，蔡总统对于两岸的立场都一直很清楚，我们非常强调沟通对话的这个重要性。那在现在开始也同样，我想总统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很务实的跟 对方的这个官员呢，就一些实质的问题呢，大家交换意见，能够互相沟通。是因为我一直非常纳闷不管是中国的媒体或者是美国的媒体，不管是哪一边是主流的媒体，或者他们自己有些自己的想法，好像对于这样子的会面或者谈话几乎都充满了一个愤怒，或者是充满了很多你们是不是有一些秘密不愿意让他知道等等，这些好像都讲这些几乎不是我们正常在处理国与国之间正常外交里面应该所付诸的言辞所以我比较会纳闷的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会不会是说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在这次总统选书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借机来揶揄一下川普先生然后中国当然一向对于台湾就不友善，所以大家就各自表态，就一个通话10分钟到12分钟各自表态完全不同的立场，那其实我们都不乐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两强之间如果互相争斗的话，其实周边的人都会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震动，对我们的这个小国家的外交其实都不利的了所以我想说未来了，如果后续包括说这一次我们总统因为会指派特使去参加川普先生的就职典礼那我们在就职典礼的前后应该也有机会跟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只是美国对，互相交换意见，那外交部在安排这样子的见面或是安排这样子的会面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一个想法？我们驻美代表处就这个案子呢老早就已经开始规划了，是我们政府里呢也已经规划，因为这个任命权呢是总统的权利，那当然总统也告诉我说应该向他要任命的这个团长做简报，事实上我在礼拜一我已经向这位这个团长是不是尤院长这个对不起要由总统府来宣布，由总统府宣布，但是呢我已经带着，但是你不否认我已经带着这个北美司司长还有科长呢给他做一个完全的简报因为把这个最新的关系还有将来可能讨论的议题呢给他做个大致简报，当然这位这个团长呢也问了很多很细节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北美司回去也会继续提供资料给这个团长。
那整个团的组成呢都还在进行中，因为牵涉到政党比例分配的问题等等，因为我想恐怕将来都要透过这个立院党团在继续协调中。是，那这次还是会有我们的立法委员会跟着团去吗？我们的规划是这个样子，那当然最后的执行的结果怎么样，我想也牵涉到立院四个主要党四个党团中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一些协调了。是，我想部长是老外交官了哈，这个每四年一次的这个总统在美国的白宫就职典礼的时候，刚好也是我们有机会可以把我们的外交关系来展现一番的时候了哈。那当然也有我们新国会的这个组成哈，包括有四个党团哈，尤其这次美国的国会也是新人辈出啊。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安排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安排拜访这个众院跟参院的这些相关的人士，有没有这样子的安排？我想那个驻美代表处还没有报回细节，以我的了解他们一定是朝这个方向去安排的。是，我想这都非常重要，因为台湾也是新政府跟新国会哈，当然那美国也是新政府跟新国会，对，对于这个外交上面不管是维持稳定或是有什么新的外交讯息出去的话，我们都希望能够多沟通跟多交流。对，事实上我还希望这个大院呢，在二三月的时候啊，另外再组一个以外委会的委员为主的一个团呢，这个正式再去美国国会啊去交流再访问，因为到那个时候大概人事的安排比较定型，我想那个时候的交流比一月二十号参加大典，讲到大典大家都忙，是不是都跟拜拜一样嘛？是不是？那等到二三月呢，大家都比较稳定下来了，那个时候再去细谈，我觉得比较更有意义一点。所以我希望大院在二三月能够，比如说台美议员联合会啊，有一个团去华府访问你们的对口啊，我想会很有意义了。对，我想国会外交大概不分党团呐，大家都乐观其成哈、哦。那我们一起努力。好、哦，那也跟这个部长这个恭喜啊、哦，在这一次的这个川普先生跟蔡总统的对话哈、哦，其实对于台湾各界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哈、哦，持续努力哈、哦。对啊，我想国安团队是做我们认为该做的事情了，是从来也都没有这个觉得。有任何敢任何鞠躬的地方没有，完全没有。是是，没有，太客气了。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请吕玉玲委员。部长，你就站到备询台，不要回去喝个水嘛。啊，辛苦了。嗯，部长，我要先恭喜你哦，就是蔡总统跟川普通了电话，这是外交部的一大突破，也让我们在国际上得到可以占得到一些优势哈、哦。但是在这次的协助方面，听说是媒体报道说是。因为有公关公司、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美国的前参议员、啊、杜尔他所属的奥斯顿律师事务所、嗯、我们是跟他合作，对，从而且每个月有给他$20,000的美金、嗯、对那因为美国的司法部他们的网站公布说是只有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对，但是外交部你这边却出来澄清说是2003年就开始了，对对 对, 对，这个是断断续续吗？还是你们一年一聘的方式？一年一聘，但是呢，从2003年就开始了，对，就一直，所以我在当驻美代表的时候，他就是我们。那你都一直委托这个奥斯顿这个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民主共和两个党都有公关公司，那一直都是自家律师事务所吗？共和党还有别的了。所以不是一直都这家律师事务所。如果你要的话，那个刘委员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名单提供给您看。你找这家律师事务所合作，这个标准在哪里？因为这样子，这个杜尔是共和党的大佬了，对不对？他当年做过共和党的参议员，所以就用自家律师事务所了。就是事实上，这个律师事务所就指定杜尔来做代表了，是不是？因为他律师事务所是有好几百个律师，所以这就是我们选自家律师事务所的标准，是吗？是为了杜尔。
为了杜尔，并不是为了这个公司了，所以杜尔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就选他了。对对 对, 对，所以才有今天的川普。不，他跟蔡英文的通电，我也报告，就是说这次呢，我们并没有透过公关公司，因为这个川普给他的这个团队很清楚，就是说是你交接团队不可以跟公关公司接触，不可以跟外国政府接触。他们事务所就算是公关公司了、啊，而且杜尔自己他们在华盛顿的这个邮报的报道上，他说他有尽力啊。对，那就是跟这个事务所有相关、啊。他有些 input， 他有一些献替啦。当然，我想老先生嘛，这个他，他跟这个川普是很早就开始挺他了，是不是？那当然就是说，川普我相信看这种老前辈也会客气了。但是就这个通话这个事情，并没有拜托杜尔参议员去关说。可是我们一个月花了$20,000，我们跟这个事务所的合作有重要的业务的委托嘛？有三项业务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跟2016年的总统见面，第二个要台湾进入 TPP， 还有就要协助所有共和党的相关议题的事务。如果说这个事务所没有协助帮忙的话，那我们不是白花这个钱了？不，这个跟刘委员报告，$20,000实在是一个很小的价码，比起别的国家公关公司，我们是非常的小儿科，非常的抠门。可是我们就是委托了他的协助。对了，那我是记得在这次那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 Cleveland 举行的时候，杜尔是曾经帮助我们的代表团呢引荐一些这个相关的人士，这是我记得的这个一些细节啊。所以还是要杜尔他们这家律师事务所继续的来为我们推动这个台美的关系嘛。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是每一年都要重新检讨了，是不是？我想这个1月20号新政府上来以后，我们当然会重新再检讨这个我们在华府。那就是不会再换其他的律师事务所了。不不，就是说这样子了，就是从我们来讲，因为我们钱实在是不多了，所以还是要继续努力了，就是钱花在刀口上了。这外交部要继续努力。对了，接下来有个最新的报道，亚洲的周刊里面有指出啊，我们台湾官方对于日本核灾区的食品坚定的立场，要给它解禁。那我们就很怀疑了，为什么要给它解禁？是不是我们台日有利益的交换？这个利益交换是不是因为蔡总统、蔡政府要我们交换的就是这个 FTA， 就是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是为了这件事情吗？我想这个日本的目前的安倍政府跟是的的确确对我们是相当的友善，那因此呢，我们台日之间的谈的议题啊也非常的多，有包括这个核灾食品的解禁。那当然这个农我们不叫核灾了，我们因为日本是农产品，真正所谓的这个影响的区域，事实上只有一个县、两个县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是整个农产品的进口是一个议题，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政府的这个，可是不然，您这样子说的话，我们不能接受啊！什么核灾福岛的就一两个县会影响，我们限制的就四个县，美国食药署限制是14个周边的14个区域，尤其是。周刊特别报道指出来，10月31号，台日的海洋渔业的协议在东京登场。会议结束之后，亚东亚协的会长邱毅人没有直接返台，而且在日本多留了一天，还跟国安会的秘书长吴钊燮在日本会见了日本官员，而且承诺在11月17号可以宣布解禁核灾区的食品。可以缓冲2个月，这样子讲起来就是可以到明年1月。这一切如果顺利的话，他就会在我们台湾举行这个台日经贸这个会议，也就是11月28号在台北举行的经贸会议。在会议里面，这个也就是我们台日版的 FTA， 也就是未来的 EPA， 也就是台日的经济伙伴协议。这表示我们就是经济，用这个经济换取到这个政治利益，让我们牺牲台湾人的健康而换取的，是不是就这样子？我想第一个关于媒体的报道啊，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啊。第二就是说是台日之间的关系啊，
真的是非常的绵密复杂而且多元啊。那今天 TPP 看来这个成功的几率是极低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对外贸易将来如何能够拓展呢？说老实话，就必须要走双边这条路，我想这是一定的一个。可是这个新闻报道出来是在蔡通电话之后才公布出来的，而且邱毅人，我想问部长，那这个亚协会长邱毅人没有到立法院来备询，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敢来了？我想邱会长他有没有这个法定义务要来啊？他是民间团体啊，是啊，报告委员啊，会长呢是啊一个啊民间的人士，那么呢他是啊不他是领了我们协助的薪水哦，一个月18万呢，是他参加这个会议就有责任要到立法院来说清楚，而且多停留在日本一天的时间，这个有公务行程吗？有，他是有公务行程的。去哪里？他去拜会这个日本官员，官员对对，谈论到这个政治利益的交换。他并没有，他怎么会去用这个利益来做交换？他不会的。可是这个问题，外交部没有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反而是总统府出来澄清。总统府怕担心的就是影响的民意，担心的民调又会下降。这个 EPA， 这个是外交部跟经济部的。报告委员，我请问部长，这是外交部跟经济部的重要的会议。不，我想这个，这个我们外交部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反而是总统府，这表示是不是总统府又像工作小组会议一样，整个架空了所有的部会呢？这个刘委员讲的，那你不没有出来，你就是默认啦。状况啊，我是记不很清楚。那个是不是秘书长？你记不记得？因为我是记不清楚啊。报告委员，事实上呢 ，EPA 呢不是新政府就任之后才开始的 ，EPA 的问题呢，已经两三年前呢、啊，在国民党啊执政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香港的媒体的报道呢，我们刚才部长也讲了，不去评论。可是就在11月28号以后，事实上我们的经贸协议会议之后才被报道出来的。经贸协议这表示就是用这个方式达成的。经贸协议的会议呢，并没有谈到 EPA 的这个深度，我们有提出来，日本方面呢，并没有深入的讨论啊，这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希望跟日本加强这个经贸关系，这是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用国民的健康来换这个 EPA，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日程啊，这一点呢，要向委员报告。可是并没有澄清啊，外交部没有出来澄清，是总统府啊。这个你在11月28号以后才有这个讯息出来，这代表就是政治利益的交换，牺牲国人的健康，这个、啊、才给予日本核灾区域的食品进来台湾的解禁。我这个报道就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外交部都不说明呢？我们不要这个太简单化，这个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议题，我们不应该这样子简单化来讨论。那政府对于这个这个时间都有了，并不是简单。这个我想这个如果有错误，外交部、经济部都要出来澄清，为什么没有？你对不对？凡是工作小组这个会议出来了，这个就是要开始凌驾了各部会的权力。职责，所以我们希望外交部你们要非常注意，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好不好？我想以后这个类似的状况，我们外交部会特别小心了啊。该是你们的工作，你们要出来澄清说明，好不好？请王定义委员。部长干脆就不下去了。王委员长，赵委长，我们时间很短，我们来关心几个问题。是，请。我们台湾其实外交，我一直强调，真正面对压力跟战场的士兵是外交官，哈，这是一个很辛苦的战场，资源也有限。嗯。那中国的财大气粗，我们都了解，哈。那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曙光的时候，国人当然会振奋，也应该一致性的振奋。但我们心里都有一个隐隐的担忧，说那接下来会不会有连锁的反应，嗯，所以本席在这边请教一下我们部长，我们目前有22个邦交国，
刚才已经好几位关心了。嗯嗯，我印象我们在外交委员会7月4号，好几位委员都有询答，包含我哈。对，那时候部长就在现在这个位置回答。那时候你刚就任没多久，对，你说确实有一些国家有危机，哎，不全然全部都没问题。你大概有两种回答方法，一个是有一些，一个是不全然都没有问题。对，那天是7月4号，对，现在12月8号了，又经过一些国际的事件，不管是 Interpol、ICAO 等等，一直到川普的这通电话带来的连锁效应，我先请教一下，第一个。当时部长根据手上的资料认为有一些有危机的国家，就那一些国家名字我不点哈，有一些有危机的国家，目前那些危机是已经解除了还是持续在化解中？有的已经解除了，有的还没有解除。有的还没有解除，还没解除。那有没有新增有危险的地方？应该是没有的。所以就原来那些旧的问题，旧的问题还继续存在，其中有一个国家大概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其中一个国家哈。对，那也就是说，可是现在中国面对川普这些动作看起来是自治，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看到国际媒体分析是他们还在看后续还没有其他的动作。那中国的官方媒体针对这个，他们不敢惹美国，那准备找台湾出气啊。那台湾呢最容易面对他们出气的对象大概就是外交事务。嗯，所以部长目前有没有感受到这种烟硝味？我想这个烟硝味啊，这个讲老实话，520第一天我担任这个位置，我就第一件事情几乎我就在来审查这22个国家的关系。嗯，那这个压力是永远是在。当然22个大使都是常数，我现在说完全一样，有的压力是蛮大的。其中还有一个大使跟我讲，他睡觉都睡不好。我跟他讲，我说你要睡好啊。那在川普这个电话之后，有没有新增的动作？中国那边？到目前为止呢，都是一些持续性的动作，就原来旧的状况，就是原来已经发展了好一阵子的动作，那还在继续了。我现在念5个国家哈，嗯，你不用点名，我点名，嗯，梵蒂冈、瓜地马拉，嗯，尼加拉瓜，哈，嗯嗯，巴拿马、圣多美。嗯，我念这4个国家哈。嗯嗯嗯。那这4个国家目前，你觉得是邦交都稳定，有没有在中短期内可见的危机？我再念一次。我想你不要再念了，因为讲老实话，这个东西我不能在这边公开的这种场合去讲了。如果我讲的话，那讲老实话，我没有资格站在这里答问题了。我们这几个国家其实常常被点名，媒体常常我知道了，我常常在媒体上看到。那我也知道你常常回答相关的问题。你常常一段时间就到有邦交或无邦交的国家，快速的来，对啊，这是我的责任啊，来回哈。如果你外长天天蹲在台北，讲的话会有问题的。所以我必须要说，在我们有限的外交资源，包括我们今天要审机密预算金额，我就不说了哈。在这么有限的机密预算跟有限的资源下哈，要做些突破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每个好消息都是堆砌很多年的努力。嗯，哦，所以那天我特别公开讲说，不要看一个电话，但是长久以来跟党派轮替无关，长久以来外交官在位置上努力，对，或者台美人的付出，嗯，或者国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两党的朋友的协助才有这些成就哈。所以我希望这些有危机的部分稳住它，22个邦交国，对，好，所以在短期内这22个国家，你判断不会有大的问题。我也不敢完全这么说啊。说老实话，我是真的是盯得非常的紧。我也要求相关的这个司长，他们也要给我，也要他明白，他每个人手上只管6个，管不会有，不会有。他帮我也盯着。部长，你知道我们现在全国担心的事情是，明天报纸一打开来有个意外的消息，会不会有这种东西？大概不会有，大概我们都会有这种突袭式的意外的消息。这种状况应该不会有，不会有这个状况，应该不会。大概我们都可以掌握。一些进度，当然就是说是我们也都密切在观察了，因为这种东西有些事情是可以化解的，我们当然去把它 OK 把它化解，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突袭式的意外状况不要有。应该不会有这种状况。如果说是有这种状况，讲到的话，我们的助使失职，我们的主管失职，那个是状况掌握的程度。那当然是我要负最后的政治责任了。OK，那个部长，我接下来请教。你刚才讲 TPP 大概看起来极度的不可能实现啊，这个我想 Trump 的这个他态度很清楚，他已经讲得很白了。那日本
澳洲这些主导的 TPP， 你觉得乐观吗？说老实话，没有美国这个 TPP， 那个 GDP 的数量就不够了，大概就很难了。好，那我移到我们国内关心了，川普现在比较重视的是双边的直接的关系，对，他跟以往的美国政府处理多边关系逻辑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看起来他这次处理不管是电话的这个应答，他都告诉你，我跟这边的关系不用问你。对，你做的决定也没问过我，这个大概就是处理双边关系的一个逻辑哈。对，那在这个逻辑下，我要问一个 TIFA 的问题。TIFA 从、okay ，因为我们其实跟美国应该要进入到谈判 FTA 了。Yeah. TIFA 是早就签的 ，TIFA 已经二十几年了哈。对对对对。TIFA 从1995年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已经谈判10次。嗯。从1995、1997、1998、2004、2006、2007。对。后来隔了6年到2013。2014，这个2015到今年的10月4号，对对对对，开了 TIFA 的会议、嗯，很多人以为我们是要签 TIFA， 不是 ，TIFA 是一个架构，一直在谈，对 对，一直持续在谈。对，真正我们现在应该进入的是 FTA。我查了一些以往的资料，每次我们这么多年来也经过了两三次的政党轮替，他们也经过了两三次的政党轮替，每次我们提要谈 FTA， 他就提出很多理由，人手不够啊，目前还不到这个关卡啦，所以到。到2007年，扁政府那一次跟 TIFA 这个协议架构谈完之后，停了6年，几乎都没有谈判。后来到2012年，马政府开放美牛莱克多巴胺那个事件以后，那个事件呢，最后我们同意以 Codex 做原则，所以隔年2013，美国又回来跟你谈恢复 TIFA 的会议。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是有点被吃豆腐啊。TIFA 会议本来就在持续一直在开，对了，我们没有要签 TIFA。那时候马总统讲了一句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弄了 TIFA 堆积木堆到最后就有 FTA， 这点怪怪的。照理说 ，TIFA 这个协议架构应该要进入到 FTA 的实质谈判了。那搭配到新总统川普的态度，要处理双边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到这一块？尤其今年10月4号，在华府已经进行了 TIFA 这一次的架构。”当然那个新的人士啊，就最重要就是他这个谈判贸易谈判总署 USTR 的人士到现在也还没公布、那个还没出来。那当然这个工作除了 USTR， 国务院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国安会也有很发言权。那国安会大概主管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我想是主要的负责的人。那这些人士都还没有出来，所以部长其实，但我想这个方向啊，就是说方向将来跟美国走双边，这个都是为了国家好了。对，我现在走双边是必然要走。这整个序列下来，我其实我也不会特意去责怪说马政府那个时候用美牛换了恢复 TIFA 谈判6年了，那个时候那些困境那些状况我们可以理解。对了，但我现在讲的是不能一直在 TIFA， 你知道吗？一直在 TIFA， 每年谈谈专利，谈这个东西，我们在明年度。川普新政府就任以后，我们新政府是不是能够跟美国开始往 FTA 方式来谈？这个当然在公开场合我也不太愿意谈太多啊。就是我刚才跟王委员报告的啊，将来走双边的路是一定要走的。对 ，TIFA 跟 FTA 差很远哦。对。啊、因为就近呢、啊，这个美国还是我们第二大的这个贸易对象，对的，赶快谈出一点能够对我们国内经济能够提升动力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这个部分是一个国家的策略。对了，那这个策略如果涉及机密，这个非常清楚的，涉及机密，我们都可以要求我们外交委员会开秘密会议来谈，因为这一些东西，我们 TPP 现在明显上碰一个总统落空了。那我们原来谈了21、22年的 TIFA， 那个 TIFA 已经拖太长了、人家 FTA 都已经签完了，所以如果你们有策略、有节奏的话，国会代表人民要知道，秘密会议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进度，这样好不好？对，好，好，好，谢谢部长，好，谢谢，谢谢，请众嘉宾委员。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会场工作伙伴、记者媒体女先生，大家早安。中委员早，有请李部长。请李部长。部长，我持续以来一直在关心新南向政策。在不久前，我去参与了越南胡志明市举办的亚洲台商年会，遇到了一个非常让我肯定的事情，就是有文莱的台胞来跟我做陈情。
他们要我表扬外交部一位优秀的同仁，就是在文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萧福谷萧秘书。他做了什么事呢？因为文莱的国家很特殊，要取得文莱国籍非常困难，有一些父亲或是祖先祖父呢来自于中国沿海广东的华人，在文莱呢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取得文莱国籍，文莱国家给他们一个 CI， 就是无国籍公民的身份证明书。过去啊，凭这个身份证明书要到其他国家呢，有的国家准，有的国家不准。新加坡在此之前是唯一同意让他们持 CI 免签进入新加坡的国家。你知道第二个国家是谁吗？第二个国家就是台湾。台湾的外交部在你们萧秘书的争取之下，同意给持文莱 CI 居留签证居留的人免签证，可以回到台湾来。我觉得这证明了在我们外交部啊，驻外的人员，好的人员可以帮我们整个国家呢赢取很多国民外交的肯定。当然我们的萧秘书也协助他，因为他们申请要回复中华民国国籍啊，这个不是外交部管的，所以呢他就移给了内政部，目前我在协助处理。嗯，部长要不要公开的对这样勇于认识的外交部同仁给予肯定啊？那当然，谢谢你告诉我。好，谢谢。这是勇于认识，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讲一个狗拿耗子啊，下一句是什么？多管闲事的事情。我请教部长啊，您过去有到国外留学过吗？有。你到哪个国家留学？我在美国留学。美国留学，你申请签证的时候，你要提供什么样的证件证明？是不是要提供美国学校发给你的入学许可？当然，当然。要不要提供你在台湾的大学历年成绩单？要。为什么要？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因为很久以前了。啊，我看你这个要谈的太快了。部长，我的国语华语讲得好不好你能判断吗？我在华语测验可以拿三级还是五级？我记得我们还要考那个 TOEFL 吧。对， TOEFL 好，英语测验那是要证明，对不对？对，是不是这样子？那是学校要的。所以只要提供相关单位的认证证明，外交部在驻管核发签证的时候，不是要求人家证明他的学业能力，而是他能提供证明就好。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好，结果呢？目前呢、啊，我们东南亚五国呢，在因为呢，他说有一次啊，教育部请求他们查一下，在100年的时候，有认为呢，留学生啊来台湾留学呢，跳机就是失联不回归国，他们请外交部啊来查，外交部来查查看他们的签证是不是有伪造，代办业者是不是有虚伪不实的证件，结果呢，外交部啊竟然说什么呢？竟然呢开始要申请来台留学的学生提供在校成绩单。他的成绩好不好，能不能来台湾留学，是外交部管的吗？留学我们来。留学入学许可，如果学校认为他的成绩够了，发给入学许可，外交部只要审查他的证明是不是真的就好了嘛。结果呢，我这边去问，要说你们还告诉我说啊，自从你们从严审查语文能力及在校成绩标准之后，确实有效减少东南亚学生来台后跳机失联或从事违法活动的负面情势发生。说得很好，很漂亮，提出证明拿不出来啊！我只看到呢，外交部在核发越南签证等相关国家的资料啊，一直落啊，从1999年100年啪掉到102年最低峰。核发签证很严格啊，但是我要你问一下，说你们认为这样有效的减少跳机有多少呢？拿不出来啊，拿不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呢，外交部在这个地方呢，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管你们管的事情就不要管。学生的学业成绩能不能达到台湾大学的入学标准，由教育部由该大学负责。外交部领务局你们驻管的人员只要看他的证件是不是真的就好了。结果你们还后来加一句话，我待会拿给部长看你们的公文啊，你说本部驻外人员着实不愿对外籍学生的入学资格做实质审查，表示你们也知道你们不应该做实质审查，但是呢因为若干学生无法达到驻外管处所设定的最宽松及低门槛的资格标准，驻外管处还可以对学生的入学标准定一个宽松的门槛呢、啊？部长，你可以定吗？这个说老实话，我对这些细节，你当然对细节不懂，我只问一个原则嘛。外交部可不可以管教育部的事？这是教育部的事情啊。对呀、啊，这个你们就是回归到让教育部管嘛。为什么你们的驻管还要自己定了一个最低门槛的资格标准呢？入学成绩耶，那个有这种事吗？
好，我会把这个公文给你们看啊。我还要求你们赶快的跟内政部、外交部、移民署做这些学生入境后签证有没有一些从事不法或脱序的行为，有没有跟入境签证未到的问题？你们说呢？本案亦邀请本部及相关机关进行跨部会协商。到现在，我还没有接到任何告诉我你们在进行研究的事情。啊，那你来报告一下。我时间有限哈，我这个条很清楚嘛，外交部领务局签证嘛，是不是这样？报告委员，刚才我们跟领务局联系哦，他们说即将与教育部就这个问题会商，然后马上会跟委员报告。11月9号就告诉我即将了，今天几号？即将。你的即将是几天？部长，您的即将是几天？11月9号给我这个公文，你们即将是几天？主席，对不起，再给你们时间。我会回去，盯着领务局。当然，我想他们有很多。部长，我从今天的质询，我是一个肯定。外交部驻外人员很辛苦，表现好、勇于认识的要给予加冕，但是多管闲事的、超越自己部会权责的，就非常的不可取。我们希望跨部会遇到有属于其他部会权责的事项，尽速召开协调，好不好？部长可以要求吗？当然。我不希望以后在我们新南向政策，我们本国的大学跟其他国外的大学有留学生交流的时候，在签证事项上被外交部驻外的使馆人员刁难的情况发生，可不可以承诺？我想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协调出一个大家能够满意的成果。谢谢部长。谢谢。请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请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请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不在。在已经登记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之外，均已经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次会议有江启臣委员提出书面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2周内答复委员口头咨询及未来得及答复的部分，要求补充的资料者，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提供。哪天请那个领务局来跟我讲。我们现在先休息10分钟，等会我们开始审查。还要继续审查别的，不是机密，还有其他的。还有外讲署不是一个而已哦。
现在我们要来处理外交部的机密部分的预算，所以请议事人员清场。离席。
喂，看来明天没有，明天是这样子，说因为他见张院长的时候爬弄得很大，量位不太高兴。因为昨天陈明伟跟媒体要说要回去开会，好，然后我后来跟院长讨论结果就是这样了，就是他基本上就希望我对话是好，他不对外了哈。然后我跟他讲就是说明天我们会通知媒体，就是在那个大楼门口哈，他们可以去拍他，好，然后进去，然后跟我们谈完之后出来，但是我们要陪他出来，我让他自己出来都可以，好，然后他再决定要不要接受媒体访问，那我们的人可以。来，但是尽量不要去太具体，一个人配五，好吧？就砍掉自己调整。对，只要我们观点就好，不用太多，不用他的东西，干脆他的东西尽量由他去说，好吧？自行调整。OK，、就是、好，那就是原则上，所以现在加上25,250万，有一种是砍他5万块，就砍2万块东西，自行调整。在那边，好 ，OK。没有几万，坐过来吧，坐过来。16万，是吧？16万，是吧？16万。看来还是那个更紧。好，我就是你要不要看谁？我们现在就来审理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的预算 ，U1 是通案，我们先从 U2。跟第二案跟第三案开始啊，请议事人员宣读。U2 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职员人数减少，奖金却大幅增加126万5千元，显不合理。原针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仍原维持之人事费中，奖金部分预算编列977万8千元，减列13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等三人。U3 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人事费用竟高达60%以上，其业务费用支出仅占38.2%，其业务配置有改进之必要。原针对第一目项下人员维持人事费，其中奖金部分冻结1/3，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等七人。以上宣读，请说明。报告委员，外交学院副院长洪慧珠报告，关于这个第二、第三案的情况呢，关于第二案呢，外交学院的编列哦，奖金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现在人事费都是依据现有的原额核实的编列，因为奖金的部分是参考104年的实际支用数哈啊、来编列，然后并列入这个外管调部同仁的年终奖金和考绩奖金。依照比例来核发，所以这个预算额度的就在预算的额度里面调整用途，像104年实际核发950万元，105年930万元，其实并没有这个浮编，就是依照实际支用的状况来编列的。那么第三案就是说外交部的这个总预算哈。8000多万，然后人事费有5000多万，占60%的部分呢？这个之前我们也曾经跟相关提案的委员报告过，那实在是因为我们外交部的人力结构跟其他部会不同，因为我们外管的人力比较多，然后调部的话呢，就没有足够的这个位置来容纳，所以很多部分是资深的人力是编在外交学院内，而且依照外交学院的补助之法呢，我们这个员额有20个人。那么资深的人力对我们外交学院也是非常的重要。目前呢，我们一共有职雇员在编34人哈、哦，那12职等以上的大使、公使、总领事、参事、回部办事，一共有12人。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人事比例费用会偏高。那么我们也是有效的运用这些资深的人力，譬如说相关的重要的训练班，还有我们新进人员的训练班呢，这些训练班有时候是长达3个月，那新进人员长达6个月呢，还有这个我们推广全民外交呢，在我们全国各地甚至外岛办理这个全民外交训练营哈，都是由这些外交部的资深人力呢到各处去宣讲，以争取民众对我们外交作为的支持。所以我们希望呢，委员可以维持我们外交学院原来编列的预算。谢谢。请提案委员
立委员。喂，谢谢主席。针对我自己所提的这个人事费用冻结案的部分呢，我是不坚持，但是我希望说，在这个人事费用高达60%以上，那刚刚我们这个副处长也有做过说明，就是说，这是来聘请我们这个资深人力来做这个外交事务上面的推动。那我也希望说，这真的能够达到就是推动这个事务的这个成效一定要出来了，不然其实这样子其实蛮浪费的。对，那我也希望说你们提供这个名单给我们委员，好，可以吗？是，会后一定马上提供，谢谢委员，请陆委员。那个院长哈，还有对部长，还有各位同仁哈，外交学院其实当时成立的构想是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而且有这么好的一个大楼环境啊，其实在其他部分应该是非常羡慕的，而且那么好的地点。可是我们最关心还就是它的效用有没有发挥到极致的问题。那我也了解这种大使啦、公使啦、参事回部办事就是要有地方摆嘛。那个部本部这边没地方摆，所以就摆到外交学院。可这些人怎么样把它充分应用，真的是要努力一下。因为刘时光也有非常关心嘛，就是你那个智库的部分，智库一定要研究人员。兼任专任都要有嘛，可是你们现在没有这个编制嘛，你就是用你的原来公使大使参事这些人去做所谓的研究人员，可他们有研究的能量吗？其实我是蛮怀疑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智库这个功能是要怎么样去发挥，还是就是只是挂个说有智库这个 title？ 啊，因为你看日本的叫什么 G 卡还是什么，反正他们是有一些外交官在那边去做研究，真的做研究啊。你刚才讲说去演讲啊什么，我觉得很可惜啦。我建议就是说，其实智库这一块真的是我觉得可以多做一点点。好，那这一块可能你们如果要需要做报告，可能要稍微强化一下。我举个例子哈，他说哈佛最重要就是 case study。如果这些大使回来可以做一下，假如说他不小心他是在这内断交了，把那个断交的 case study 好好做一下。这个 case study 可以作为未来我们新进或者同仁从来没碰过这种案例，他怎么处理的这种东西。建交的时候 case study。甚至有外交前客来的时候骗我们的时候，那个被骗的经验也要做 case study 啊，给我们的外交人员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钱的部分其实我是有联署的，那动不动我删不删我没意见，但是我觉得重点是那个强化那一块，否则的话花再多的钱我觉得很可惜。就是那个经验传承的部分啊，对，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个罗委员、吕委员讲的，这说老实话，我用深得我心四个字了，是吧？因为我也很期待这个外交学院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啊。当然，所以说这次我请这个洪副院长回来担任这个职务啊，我也对他的这个寄望是很高的啊。那我想洪副院长也可以看得到，我经常有时候我自己会给 assignment 给我们这些退休的同仁，不是退休同仁，就资深的同仁在外交学院。工作的同仁给他们一个题目，叫他们去做研究。那有些东西上来，我看的还是的确还是不错，我也会上面有所这个批示，对不对？表示我还真的看了。我因为我都是在周末看了，平常礼拜一到礼拜我没有时间看了，周末在家时间比较多，我是真的有在看，对吧？因为我自己也是多读了几篇书的人，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我是很有兴趣。这个我也会要求这个。洪副院长啊，以后啊，在这个功能上啊，多多加强。当然，罗委员讲的也对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研究的能量，还是有几位是有的，是不是？你看我刚刚给他们assignment， 是不是？这个用意也就是用他们的脑力，因为讲的话，有些同仁过去因为某些案子，所以你不大好用，是不是？但是他脑袋其实不错的，是不是？就给他一点这种任务，不然讲太白了。好。那因为这个人员的培训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外交部的话，大概都是聘请一些资深的来给他们训练嘛，经验传承。但是有一个人叫秦日新呐，啊，这个人他做假账，好，品德这么不好，那他现在你们给他的是什么职务？是在你培训中心里面当教职吗？还是只是其他的工作给他？报告委员，就像我们刚刚部长讲的，就是特别assign一些题目让他去研究，因为这位同仁呢，其实他非常的优秀啦，他优秀，可是他的品德做假账，你们还继续这样子，还适合留在外交部吗？
这个这样子啊，因为秦志新是我带过的啊，这个，所以我对他的状况还蛮了解的。事实上，我还常常叫他写东西，嗯，是不是？我好几篇那天你还没回来，我给了好几篇东西请他写，写的都还不错，我觉得还可以。有几件案子，讲老实话，本来我的决定是，比如说是右，结果他跟我讲，他说应该要考虑左边的情形。结果到最后，我还采取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决定。江老师，我是看了他的。当然，决定是在部长你这边的、啊。但是我们说，这样子的人现在还在外交部，那现在他的职务是什么职务？他的司法的程序，我记得已经结束了。司法部办事。对啊。办事没有在这个培训人员里面吗？不用了，他不是行政。这些人都是叫大型服务办事。对、啊。就是没有一个正式。所以用人要适当性、啊。我觉得外交部这边呢、啊，其实大家是希望，因为我们讲台湾的外交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像哈佛他们管理学派用的 case study 其实可以用。你参加 ICAO 今年的状况是什么？那、啊、因为我们的有人会退休嘛，这东西留下来变不只是文献，它本身还可以让新进人员可以工作接得上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刚才提到某些。过去品德发生问题或者工作发生问题的人，依法该办的部分就去办他，但他只要还在，当然能用的部分还是要用他，这大概是两个原则了哈，就是说他犯了错啊，犯了错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是这个人只要还领我们国家的饷粮，领我们的薪水的一天，他该有什么功能放对地方，那谁用他谁要负责，就说他现在用他写稿，他没有摸到实权的东西，那还能替国家做些事情，才对不起那一份，他不会对不起那一份薪水了哈。那我是希望说，有些犯错的同仁的状况，其实也可以让其他的同仁做一个案例。你不能说犯了错之后还得到重用，那就不好哈。这个是有一些差别了哈。所以赵伟的意思大概就是说，犯错的人不能让他觉得好像得到奖赏，还得到重用，这个是不可以哈，这个是绝对不行哈。好，刘委员，那个我可不可以不针对 U2 跟 U3？其他的 U 也可以吗？哈，就是没有，现在先讨论第二案跟第三案，这样子哈，因为它是跟外交那个领事人员的这个训练是有关的。你要先处理预算吗？先处理 U2 跟 U3。四五六四啦，都是业务费，但是四五六七之后是那个差旅费，差旅费的，四五六可以业务费。建议二三四五六一起了，好，那等会，那刘委员，我先请议事人先读好不好？那我现在请议事人先读四五六。U4，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104年度一般行政的业务费，决算数占预算数之比率仅79.1%，106年度预算仍编列17371,000元，鲜有浮编之时。原针对岁初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编列17371,000元，减列200万元。提案人蔡诗应等三人。U5，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其中文具、纸张、车辆油料及杂项购置，较105年度增加383,000元。原此针对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17371,000元，减列50万元。提案人江启臣等三人。U6，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水电物品设备及机械养护等项目预算过于宽列，原针对第一目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业务费预算编列16,145,000元，减列1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等三人。以上宣读。要不要再补充说明？各位委员，容我补充说明一下哈，关于 U4的部分呢，一般行政业务费呢，我们是根据今年实际的状况调整啊，所以那个有往年有结余的部分，我们譬如说105年，我们就比这个104年减列了63万，那106年的部分也较这个今年呢减列了33万，那。我们近三年的执行率都有达到85%-90%。那我想这个行政费用呢，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譬如说这个哪一部分需要维修，或者因为台风来哪些部分有毁损。因为我们外交学院常常接待外国来的访宾，还有学员训练呢，所以我们一定要马上处理。所以我想有10%的部分呢，来做一个突发状况的运用呢，我想应该是比较合理。蛮合理的一个编列，所以我们也希望委员能维持我们原来的编列数额。
那么关于 U5 的部分，这个文具纸张的部分呢，其实这个我们并没有增加。那这个看起来会增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根据依据一个规定呢，把调整各用途的各用途别的金额。那么在这个物品费呢当中呢，我们把这个原来放在一般事务费的购书、订购书籍还有订购期刊的费用40万元呢，移到这个物品费。所以这个文具纸张这些呢，基本上是没有变动的。所以也请这个委员呢，支持我们维持原来的编列，因为我们一点都没有浪费，其实都没有增加，是因为编列的关系。李委员，您刚刚提的案子，这四五六都是一些水电跟文具用品哦，跟我们的人事维持这个费用是不一样的。好、哦，你的可能是在最后一案。好、哦，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因为科目不同，我们还是先来处理二三案。现在李委员，您建议冻结三分之一，是要他们做一些书面报告是吗？对，我冻结的部分我不坚持，那我希望他们做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就要。对。U 三的部分， U3、我的部分是。好，那不冻结。那徐志荣委员的要简历部分，简历。他不坚持。他简历一部分呢、啊？哎，小三部分。学院的这些经费已经就跟其他机关、哦、一样，那个小机关、哦、已经在院行政院的部分已经通案有删减过一次，现在我们这边再给他等于他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哦、你这些再把它减，他确实会好。那二三案我们就不简列不冻结，要提出书面报告。是，来，那我们继续四五六，刚刚已经说明了。我可以问一下，对不起啊，因为四的那个说明，蔡委员问到嘛，就为什么保留那个，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就是为什么去年的就104的，为什么保留那么多？我们是根据这个104的执行率啊，哈，一大概执行率都有达到80%-90%。对啊，可是104保留105，今年嘛，是结余数啊，再说你们不用那么多钱啊。可是我们还是要需要有一些这个宽裂的部分来应付突发的状况。什么叫宽裂跟突发？你们前到预算都是先有计划的、啊。是，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不能编得很紧，因为有时候譬如说哪个机电坏掉啊，或者台风来哪些地方有毁损，我们需要有一点点那个空间来应付这些突发的状况。抓了多少所谓的 UV 的费用几趴？宽裂那么多？对，你不能宽列那么多了，你们这个应该酌删。他已经比上年简列，已经，可是我们已经简列过了哈。我们这个105简列多少？我们上年叫104年简列63，106年叫105年简列33万。对。所以104年是多少？数字给我们。104是多少？104年是1353万元，执行数。对，编预算编的。104年很好，104年是编了183,103,105呢？105是1721,1000元，都是千元。1721,1710呢？1716,1731,这是整个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那我们那个执行数，102年是1599万，然后134年是1370万，然104年是1470万。所以都有，你们多编了。没有，可是跟103年来比的话是没有多少，因为我们103年刚好有那个要修维修那大楼。现在是讲106年的。对，我知道，就是我们是。对了，这个酌删要酌删了。一点点，你不能宽列那么多了。酌删50万。是参考近年的那个执行数啊。好，酌删50万。好。好好好，那四五六我们就简列50万。我好，给公委。好，请蔡委员。哇，主席一三，我刚才在算数学，他本来1800变1700万，10万百，1800万变1700万嘛。然后他1800万实际执行到1400、1500，我本来想说，那砍200就砍100，就主席讲砍50哦。
那好吧，照主席的意思好了。哦，谢谢委员。好，这已经砍到底了。四五六案减列50万，科目字条。那请宣读第七案跟第八案。U 七，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计划访问欧洲地区外交学院及智库，旅费有浮编之嫌，原针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一般行政国外旅费编列预算编列44万5000元，减列2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等四人。U 八。退休人员三节慰问金之发放未有法律依据，原针对第一目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奖补助费，其中奖励及慰问预算编列9万元，减列9万元，提案人林长佐等六人。以上宣读，请说明。好，谢谢委员。关于 U 七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外交学院都会例行有年度出访，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业务向下有一个国际交流，那我们通常出访就是说跟我们有签协定或者 MOU 的国家，就是说互相派遣这个外交人员到对方的学院受训，多半是语文的训练。那么今年会编的编的明年的预算会比较多一点，是因为明年是预定想要到欧洲去访问我们这个匈牙利或者波兰这些有签约的国家。那因为在欧洲呢，机票会就比较贵哈，因为我们一去大概就10天，因为路途遥远哈，而且幅员广大。那么所以呢，光是这个机票会一个多半是副院长还带一个同仁，所以一个张商务舱、经济舱这个机票费用就达到22、23万，然后食宿费也要15万，所以加起来就37万。那另外还要宴请这个我们的工作对象赠礼杂支，所以我想这个编这个预算应该是合理的。那如果说是到比较近的东南亚地区呢，我们的预算就不会变这么高。那我们今年其实我自己本人跟同仁也刚刚去访问的东南亚的工作对象回来，那个费用就没有那么多。报告完毕。那么关于 U 八的部分呢？我想这是我们是 U 八，那是一个行政院的通案，我们按照行政院的通案来处理。对，所以恳请委员在这个我们出访的部分呢，还是维持我们原编列的预算。刚刚是不是还有 U 九？到 U 八。到 U 八，哎，对。那个三节那个奖金这部分的通案，你们有没有算出来多少？三节的奖金部分呢？对啊，通案部分，林委员。喂，对，我想这个算出来吧。对，这个大概就是照现在通案可能是三多少，因为这一版不过在进行，但是我们还是照已经有的这个，让你们现在马上算一下。保留送院会嘛，你们希望那就保留送院会一起讨论，是这样子吗？不是前几天的是，哦，好，那就自己先算好了、啊，就一起，不是啊，你们还是要先算、啊，我前面都有先算嘛，对啊，你要算一下，他有个计算的方式、啊，只有低于25000的有发嘛，高于25000就没发嘛，所以你就算一算，你们这几位退休人员哪几位是低于25000的？要么够，好像外交部的我们都是送院会对吧？对啊，但是他也是要算出来，让我们知道、啊。对不起，我问一个问题啊，技术面的问题。编预算的时候哈，因为这些退休人都是外交部的退休人员嘛，还有外交学院的退休人员，退休人员这样编了、啊，不是退休人员、啊。这不是讲说什么三节慰问金，退休人员三节慰问金吗？你的奖补助是到底什么费用？这个我们外交部统一编的。退休。我不太懂，那你这就编9万嘞、欸，够吗？对呀、啊，退休的人员三节慰问金嘛。没有，因为三节那个一个人是2000啊，15个人的话就是是哪十？就是退休的15个。是我们在编的时候啊，是因为还没有说那个还没有说是25000那时候是编15个。那目前我们学院实际的情形是没有人是说那个月退是拿到那个低于25000的，以现在所以这就没有，这就全部没有啦。可是因为所以照规定就全部就没有啦，没有低于25000的啊。那我们可是还要预留一下，万一因为好像是在职人，如果有在职的人员如果有身故什么，我们好像也是要给那个慰问金，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再没有啊，这个是三节慰问金跟身故那个抚恤不一样哎、欸。等一下，那目前我们学院是没有啦，只是怕中途如果有人那个临时要这个我建议用冻结啦。不是，我们昨天国安局不是算出来了吗？人家都算得出来，可是你赶紧讲啊！没有任何必要讲话。刚才现在他们算出来的结果是零啊，算出来结果是零啊。
可是我们也不能 也可是没有证啊。主席，不好意思，我说一下哈，你讲的那个理由不成立的原因是，其他的部门都没有讲这个理由，说会有预留，假设临时要退休，没有这个内容，所以其他部门都是算完之后低多少低25,000的边以上全部扣除，所以按照刚才您的说法，就是那就是扣成零，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万一有人那个，你这个问题去问一下其他部会怎么处理的，因为这个部会只有你们发生。扣9万哦。好。尤其那个，我要请问一下哈，你说欧洲去欧洲的那个差旅费嘛、嗯，去几个人？两个人。两个人要这么多钱吗？对，因为那个机票比较贵，而且去十天。对呀、啊。然后住宿也比较贵，因为你知道欧洲地区物价比较高昂。对，那我们都是核实报销的，如果没有花完的话，我们都是缴回去的。我们不会。你两个人要这200万呢、欸？没有。44.5，44.5万。你们预估的预算就要44万吗？是我刚刚报告过，每一个人要22万呢、欸。对，十天而已呢、欸。一个像我的阶级就是可以坐商务舱，所以商务舱比较贵哈。那我们当地我们都是商务舱，然后一个兼任的就是。经济舱，他说这机票就要22-23万、哦、再加上住宿，欧洲住宿也是贵，所以这样住宿跟那个，我们去欧洲哪有那么贵？住宿是37万，就要37万，然后再加上请外宾哈、哦、赠礼，差不多44万，差不多了。好，那就不宜简列。好，谢谢委员。那第八案我们就简列9万块。这个就在这个科目要简列，没有科目字条哈。那我们就回来第一案通案。第一案通案，请宣读。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一般行政编列6,902万1,000元，占总预算之80.41%。今年度之预算较上年度简列，设施及机器设备养护费305,000元，为准结国家财政，原提案简列一般行政费500万元。提案人刘世芳等6人。以上宣读，请委员请说明。是报告委员，这个案子其实跟我刚刚说明的都是有重复的部分哦，就是说我们这个一般行政编列的，就是说包括这个人事费跟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你不用再重复，没关系。现在那个我们所有的提案算出来，它的是简列是多少？总共50，全部是59万嘛？五十九，那我就把它列成就是一般行政费简列59万。好，就这样就好了，就是整个对，就不再增加了。对对 对, 對好，好，那就不用再说明了。好，谢谢。好，那我们这个总共是简列59万。我们现在就回到第九跟第十跟十一，请宣读。U9，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104年度外交领事人员训练决算数中保留数尚有476万元，决算数占预算之比率仅78.62%，显有浮编之嫌。原针对第二目外交领事人员奖席预算编列1668万元，减列20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等3人。U10。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外交领事人员训练工作计划与外交部外交业务管理工作计划外交领事人员进修分支计划，两单位资源配置恐有重叠之余，原针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二目第一节外交领事人员训练预算编列1668万元，减列500万元。提案人陈廷飞等6人。 U11，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外交领事人员向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预算编列260万元，训练时数降低8小时之原因为何？应予说明。原针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外交领事人员训练预算编列260万元，冻结2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等3人。以上宣读，请说明。报告委员，关于 U9 的部分呢，我们这个外领人员训练的预算呢，是参考104年执行数1750万元，还有这个106年预计开班的班别跟业务实际的需要，核实编列的1668万元。那么委员也提到，就是说我们预算资金
比例呢只有78点多，但是我们呢因为针对以前的决算数呢已经减列了558万1000元，所以并没有浮编，我们根据我们的决算数呢已经减列了500多万了，所以恳请委员呢维持我目前的编列。那么第十呢就是说外领人员训练语言训练，然后我们外部里头呢还有选送人员出国进修的部分呢，这个在上一次的公开审查的时候，我们人事处长已经说明了，就是说这个两个，一个是国内，一个国外啊、哦。那国外选送也是非常有必要。那我们国内的部分呢，这个编列的1668万元，260万元是支力来支应我们这个先进外领人员的训练，长达6个月。那另外的1400多万是支应这些短期进修、专业训练及国际交流的部分。那么参训的对象包括外交部的人员，还有其他行政院所属各部会涉外的人员，还有这个驻华官员及友好国家的外交人员等。譬如说这个夜间语文班的英化西日语等，还有东南亚语文班、东南亚事务专班等等。那么我想就是说，外交学院的这个国内的训练呢，也没办法取代这个出国的语训，所以这两种是其实是不同的训练。报告完毕。请联署委员有意见吗？联署委员，就蔡世应、吕孙玲还有罗志正。罗委员，你们讲吗？罗委员现在有重要事情。没意见。好，谢谢委员。没意见是照简历是吗？没有没有，就不坚持。谢谢。那就撤案了，是撤案了。好，那9到11。那十一的部分我再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8小时的差别呢？因为我们是根据人事行政总处公布的上班时数，然后乘以8，因为一天8小时。那明年的这个实际的工作时数是121天乘以8，所以会有这个8小时差别。那我们9到11就不处理。是，请宣读12到16。U12。新进外交领事人员接受专业语言训练，系属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主要执掌业务，为外交部近年每年另选送半数以上新进人员出国语训，显然语训资源重复配置，建议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与外交部本部应充分沟通，语训资源有效整合，原针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外交领事人员训练项下短期进修专业训练及国际交流预算编列1408万元，减列3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等4人。 U13，政府正推动新南向政策，然查预算中说明105年度办理外派人员学习东南亚语文课程，每人学习总时数仅16小时，是否足以因应外交业务之需求，时有疑问。原针对第二目第一节项下短期进修专业训练及国际交流预算编列1408万元，冻结1/4，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玲等7人。 U14，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二目项第一节项下短期进修专业训练及国际交流之，针对我国外交所面临之重大全球性或区域性议题进行研究政策建议，原列291000元。因外交部本部预算已编列相关委外研究经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应可沿用，无需再行编列，原减全数减列及减列291000元。提案人吕玉玲等3人。U15。鉴于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为外交部教育训练单位，活动应改为自办，原针对第二目项下短期进修专业训练及国际交流之业务费预算编列1408万元，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世应等3人。 U16，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二目第一节项下短期进修专业训练及国际交流中工作项目之一为，针对我国外交所面临之重大全球性或区域性议题，委请学者进行研究，提出具体可行之政策建议报告，原列291000元，为上述重大议题仅编列不到30万元进行研究，进而提出政策建议，令人不解，故提案全数减列，提案人刘世芳等6人。以上宣读。请说明。是，报告委员，关于 U12 这个外交领事人员训练跟这个出国训练的这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刚刚已经说明过了哈。那么 U13就是说东南亚语文训练的课程时数只有16小时，我想说明一下，通常我们是一般都是要求的18小时，而且每年有2梯次哈。那今年为什么只有16小时？是因为今年我们整批轮调的人员
名单是在五月二十号有才公布，所以相对的压缩了这些人员接受训练的时间，所以今年是16小时。那今年已经恢复，就下一批已经恢复正常，所以已经恢复到48小时。那么关于这个短期 U14 的话，刚才就是说短期训练的话，我请学者进行研究的话，便利291,000元。这个部分呢？16题。哦。现在讲14题啊。内容是一样。哦，是。那么16题就是说，我们有委请学者做一个短期研究的问题呢，其实我们跟我们研社会的研究并没有冲突，因为我们为什么只有花30万就可以做研究？因为我们都针对这个即时的比较短期的这个题目来请委请这个学者研究。那跟国科会他们都是一年，还有还要做一些什么实验什么，那个经费就是不同，所以我们才可以花这么少的钱请学者研究。那最近我们也。譬如说最近我们也今年初我们也请学者研究了印度的问题，然后也都受到我们上面长官的肯定。那么我们在决定这些题目之前也都有协调我们各个地域司还有研社会请他们提供意见，所以应该不会有重复的问题。副院长，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哈？那个其实这是回复到原来我们在处理预算，包括说那个外交领事人训练一整幕里面我所提到的哈，就是我们要培养的这个外交人才到国际组织见习或者是自己在国内的这个部分哈，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计划性，有点就好像临时的，好有临时什么事什么事，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的外交人没有办法派到第一线，然后他到第二线当幕僚或参谋的时候，看他是熟悉哪一项就让他处理哪一项，有点像是回来这个牛棚的练头的那个味道了哈，那我觉得这样不好，好，所以我是建议说，第一个我们大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增加新南向的部分哈，其实我们现在除了语言训练以外，我们的外交的人员在处理新南向国家的这些部分，好像也还没有上轨道，好，都是用以前的旧的经验思维在处理了哈。你刚刚看到很多委员在提到，我们连签证都弄得这样很乱哈，这是第一点哈。所以我觉得说外交领事人员的训练，除了我们的讲师还有来参加讲习的人，可不可以更弹性？所谓的更弹性，譬如说我们有强调我们现在有公众外交，或是我们有 NGO 的外交，那谁去从事 NGO 外交，是跟着公众外交，不一定是在外交部认识的，那个专业的专职外交官，有一些人很有兴趣，或是说一些经贸，比较强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政务任命的这个大使级以上会慢慢放宽条件，可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很有名的生意人担任我们这样子外交大使，去那边什么外交礼仪都搞不清楚，在国际上面是个笑话。我现在不是说去那边只是做什么礼貌啦这个训练，而是说他对于当地的驻在国的这个部分，尤其我们有一些志工，年轻的人，他们想要到某一些国家去，那结果对那个国家完全不了解，去那边就是被人家跨破卡丘，很难看呐，哈。所以这个部分的，我建议是我们的这个讲习的部分能够扩充，譬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外交研究所，好的学生博士班，他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哎，我们的资深外交官他们怎么处理国际上外交的事务，听听这些讲习，而不是说我只是一个我好像是一个 project。我指定给什么政大外交系的系主任，然后做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那个他自己跟教育部申请就好了。我们是实务的，好，所以才叫做是真正是国际学院或外交学院。我要求的是这一方面的部分，那这个都是属于人力资源的培训，不一定是专业的外交学院的部分。那至于说你们要怎么样处理的话，其实像你也蛮有经验，应该可以知道说怎么样打破这个，而不是让它变成是一个冷衙门呐。我不希望外交学院就是一个冷衙门在处理事情，所以才提出这些什么冻结或简略的部分，只是期许说可以改变这个弹性的方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委员的指教非常宝贵，我们会纳入我们这个训练计划里面再做一个改进，再精进，好不好？好。所以我在 U16 的部分呢，我是有特别提到，因为你的题目弄得很大，我国外交所面临的重大全球性区域性议题，请学者研究，然后这个学者指领29万1000元。
太大了吧，整个外交部都没办法处理这一块。我主要是这样子，你要么可能就是需要2900万才做得到，所以我觉得说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了。好，希望能够做一下修正。所以我这个全案还是一样，我觉得就是我就减列1000元，好吗？1000元，好，好吗？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好，刚刚您解释说这个整个预算应该没有重复，应该还是不清楚，是吗？那我认为这个钱你们本身在这个外交部的本部这个预算就已经编列这个研究经费了，你人员的训练在本部就已经有了，你还在外交跟国务机事务这边在编，这个就是重复了，所以你也不清楚有没有重复啊？我知道有这些重复，但是因为我们外交学院的任务之一也是要进行政策研究，如果我没有编列这个话，我变成本部已经编了。本部编了，哎，研究的相关的费用都编了。可是他并没有给我们花啊，那个本部里编的不一样。一样是在训练这个委外的研究经费啊，一样是委外的经费啊。鲍委员，那个学院编的这些委外的研究，它比较那么研究的不一样吗？都一样是国际事务嘛，我们比较就部里头要的这些委托研究案哦，应该是比较贴近于目前当下的比较实务面的这一块，他们那边是比较就那个教学的这一块里头，实务面跟教学这个领域有什么不同？我真的可以建议哈，不好意思主席，就是我刚才提到 case study 那个，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重要，那还不如是委托一些学者来做一些，如果说有些外交官他不见得能够自己写这样的东西，就找一些有办法做 case study 的学者来帮你做 interview， 做一些 case study， 他做成教案，这可能远比你去做这种所谓的研究更有，对 teaching 来讲哈，这个外交学院的教学会有帮助了。那我觉得钱就不要砍，就是不是还能做。我现在我们是支持的，外交人员要精进，好，不敢有创新的一些作为跟想法。好，也不是要承接一些资深的外交人员来跟我们上课，我们要委外就是想吸收更多的那个资讯进来，是这个是我们支持的。我现在是说你是在本部里面就已经委外在编列的，你不应该在这个国际事务上再编列的。哦，但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比较是偏重比较稍微长期一点，或者那我们是比较及时的，譬如说我们最近也委托了一些外交的事务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怎么有什么不一样的？报告吕委员，这个 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像调法师啊，有时候什么南海议题啊、东海议题啊，他们会从法律的层面 去研究。那我现在是针对那国际事务这个部分嘛？对，这个，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委托了学者进行这个，比如说很快的这个美国的新政府上台以后，对亚太的局势有什么演变？我们是欠他3个月就要给我们，那一般的研究案都是比较久。好，所以我们这是很及时，我们就是提供给我们的长官或者地狱师做一个这个工作还有政策的参考，是，因为钱也不多，这不是钱多不多了，如果需要的话多编一点我们也支持啊。对，就是说你有重复的情形啊，因为整个外交部的整个体系是一体性的，如果有任何的需求啊，我们本部这边都会编嘛，一起的执行啊。主计室这边也比较好运作嘛，对不对？其实如果像领事的话，如果有这一方面的研究的话，还是会编在领事事务局的预算里头了。那就是看他们实际业务上的需要，他要做相关的。这跟前面的那个智库的方式也是一样嘛，对，对不对？智库方面人员的训练也是有嘛。所以我还说，怎么那么多都一样相关的人员训练的一些方法都在一起。赵伟，我可不可以这样建议哈？就是说，要求他们的这个委外的预算不可以跟包括外交部部本部或者其他智库同样的题目哈。然后，如果他们强调是以实务为主的话，那实务性的这个 case study 就是也同把那个刚刚罗志正委员讲的部分一起放进来，再说明清楚了，再说明清楚，哎，然后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重复编列的这个嫌疑，或者是同样一个议题，然后怎么那么多人都一起委外，那这样子让外交学院就比较有弹性来处理啊。那因为我的案子跟吕委员案子很像，我是减列1000元啦，就是给他们鼓励一下，也是29万1000。
那就减列尾数了，91,000了。好，这样。你把它说明清楚，哈、哦。那你们委外的项目不要重复。是。委外的项目不要重复。是。啊、哦，这样要让我们感觉到都是整个外交体系是一致性的了。是。好、哦，其实我们委外的时候，我们都有会过各个地狱司。对呀、啊。应该不会。人员训练、智库各方面都要说清楚，好不好？是是。好、哦，那我们就减列91,000元。是。91,000。这委员是不是少减一点？这样我们就少一个委托案了。不行。91,000呐，91,000可以了。减一万可以吗，委员？减一万，因为他才20,000。1万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小学院而已啦。好，一万。是，谢谢委员。好，一万。那刚刚还有提到这个 U15 这个全民外交研习营这部分、哦、报告委员，我们目前已经办了37场，有六七千人参与、哦、所以这个成效非常好，一定要委外、哦、谢谢委员支持。好，那在我们国际事务学院这个部分，全部减列了60万。那科目字条，好。那是不是就在 U10 里面简列数的部分是放在这一幕吗？这在就短期训练、短期进修跟专业进修这个部分。前面的90、11已经撤掉了，所以我们在下面这边简列的10,000块，哈，好，外交部106年度的主管预算含机密支出收支部分，已经审查完毕，送交财政委员会会诊后提报院会。请问委员会，院会审议前是否要党团协商？好，不用。那院会处理本案时要派一位委员做说明，请问派好。那我去。那有关本预算的审查，预算科目物质或者是金额调整，我们授权议事人员来处理。散会。国会是另外再另外嘛？另外三个，部里头底下有三个。三个嘛？对。国会还是什么？国会他那个叫什么？我们三个基金。给你们，好了哈，好，谢谢，回家，谢谢，不了，谢谢委员，谢谢委员。本周委员再见。我们都结束了，都外交已经都结束了，是还有都结束了，基金没有啊？还有基金是吗？还好。谢谢，那我签了吧。有火车，对，这个要还给。那没有。